感谢香港朋友的热爱，为了答谢各位，我们决定在8月24号包一场电影，请大家看电影。于当日指定时间，戏院但任何我写的小说，或者我好像身上的纹身，或者是有任何跟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的宣传品，就送你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上映特别门票2张，只限一场，先到先得，送完为止。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？8月24上映了，约定你，陪你金啊！